别走心。但是我怕再飙，他觉得我烦，因为他觉得说我就谈不好，你还要飙我。那你在下面打他的名字，但是你不要飙他账号。哎，嗨嗨，晚不要再打架了。我们的猫，我的惩罚很厉害，什么惩罚？你是说迟到的，还是游戏输的？呵呵，游戏。你是说第一天的还是不是？你是说第二天的还是第三天的？丑照还是老奶奶？今天怎么这么可爱？我天天都很可爱。我室友在旁边。安安。你官方而已哦，你还不如不要说你官方。自己讲自己笑。你们在限动夸我，我超爽的。我获得一个新玩具，这是代表开心的香蕉，还是章鱼？这是生气的章鱼。哇，香槟。突然想到，我国中喜欢喝葡萄香槟，就是那个路边的饮料，气泡饮料，赞啊！哎呦，喵，喵，我看不到，确实蛮顶的，什么哦？确实，等一下，看不到。谢谢香槟，确实与钢琴家真的蛮顶的吗？真的吗？我还没有看，因为没有录影，应该这几天会有那个影片出来，我在看，看姐姐什么时候传。我的两个八拍很自在，没有太刻意。是哪一个八拍发疯吗？我没有照过镜子看我发疯那两个八拍。我一直不敢照镜子，我觉得很好笑，但我很认真。今天穿这样看起来好冷，我只是觉得这样看起来蛮可爱的。晚安，我不热吗？还好。认真的好笑吗？我只有忍笑的时候很发疯，我觉得那段是你公演的高光时刻。你可以重新讲一次。我只有忍笑的时候很发疯。哦，你是说那个芒果恰恰恰吗？那个超好笑，晚安老奶奶。哦，那个恰恰真的很好笑，因为他一讲恰恰的时候，他会变成咔咔咔啊，我就觉得咔咔咔很好笑，会有那个响，那叫什么响板，会有那个响板的画面出来。太容易，太会想象了。我原本一开就是，其实要看，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恰恰恰，然后其他的好像还好，就是不想就可以不笑。但是最后我不小心被自己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戳到自己的笑点，
讨厌。我就觉得那种很愚蠢的会让我很想笑，就是可能那个弯弯他就是学我什么一品丫丫，我就觉得还好，就是没多好笑。但是我觉得那个咔咔咔真的很好笑，不行，我不愿意重现。弯弯不够愚蠢。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太好笑了，我就不小心破功了。果然很矛盾欸，我嗨安息。希望今天不会。我觉得是我排在最后面不对，我假如在中间，我都习惯去边边欸。而且我的鞋子是不是太大了？对啊，我的便条，好好笑！我要打嗨。我对我的鞋子有一点点太大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一天没有穿自己的袜子。我之前量尺寸的时候，我有穿袜子。我都在装正经。对啊，对了。被发现，看看，我可以发疯一点会更正。我觉得我已经很疯了，我觉得我在疯就是有一点太 over 了。调亮一点，感觉上次见面还是上次。对啊，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上次的时候了。不过我要看看你学姐，不行不行，我不是搞笑艺人。我只是比较好笑的偶像，我要把持着这个限度，再过去就太 over 了，不行不行。我说出这句的时候就已经是搞笑艺人了，我不会再回你了。有限度吗？有啊，有限度啊。对。有限度，不可以，不可以再 over 了。还有藕包吗？我没有藕包，我有藕包。我在说什么？不可以，没有藕包，偶像就是应该要有藕包，这是敬业的行为。我说的没错吧？想看前四首，芒果咔咔咔，我到底有欧巴还是没有欧巴？这见仁见智啊。我自己认为，汉天工人只觉得用最可爱的表情说出最好笑的事情，这是一定的。哎，话说，你看我上半身穿的这么好看，可是我下半身穿的是棉裤哎。好看，谢谢。装正经时还是有点藕包的，不是嘛？藕包这个是要，这是必须的。拜托，藕包是什么？是偶像包袱哎。当偶像没有包偶像包袱的时候是什么？包子店。为什么看一品这样穿好像在北极？北极才不会这样。你是说后面的背景吧？
你怎么不说我看起来像在深海里？冬天的静电应该很强，很强哎，咔咔咔咔咔，比奇堡哎，又换底部，我跟上次，虽然我上次直播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事情了，但是上一次也在这边直播，只是他现在多了一个挂布。我的穿着不像在深海里，我是那个啊，海底的那个熊，那叫什么？我忘记了。背景，对，那是海绵宝宝家，我的好朋友的家。客厅加装东西的，客厅加装了一个这个一个窗户，拿远点看，它就是一个折叠式窗户，便携式窗户。寒流来了，我们会看到一个粽子直播吗？不会。我搞不好寒流也是穿短袖，我都是随便穿，只是刚好今天看起来比较冷，嘿嘿。现在是在扮演海熊吗？没有错，我还特地换上了大海的颜色。可是这好像不是深海的颜色，深海的颜色应该会再蓝一点。就像我们的采撷抽取式卫生纸一样，哦，是采样，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君锅采撷。野海熊保护圈，没有错，没有错，我们很有默契，我们看的东西都是一样。中影，晚安，晚安安，安安，好老的梗，你说任君锅采撷。还可以吧。拉衣品头上的耳朵你会痛吗？你要看你拉的是哪个耳朵，拉这个的话当然是不会痛了，但你拉这个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痛。哎，拜托，会读弟子规的偶像谁不爱啊？哦，是愿君郭采洁，对不起。还有最萌语录，拜托。你会不爱一个会背弟子规的偶像吗？笑鼠。真的会背弟子规，明明就有来，我背的非常的好。我应该要放个音乐，可是我手机没充电。你上次没听到，我真的会背。倒背如水流，倒背如水了吗？背一段，你丢一个烟火。可是我室友在旁边，我觉得这样很好笑哎。你旁边的偶像在背弟子规，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沈仁勋，小小弟，他也会背哦。我们可是被军校歌荼毒的对象。我们也太强了，弟子规不是大家都会背吗？你不会吗？我们都好奇，我们都好奇啥？住这里的人都要会背弟子规，对，你怎么知道？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猫，就是每一个进来都要先背弟子规，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给猫的那个 ID 卡，然后我们就要去看说我们就是进来我们家这只猫，它第一天。
他第一天进来说弟子规可以背到哪里，然后拜不下去。然后再记录就是每个礼拜我们家的猫可以背到第几句。啊，假如今天这个猫它可以背完整本弟子规的话，它就可以去，它就可以获得一支冰淇淋。现在那只猫呢？那只猫已经死掉了。原来我是金牛座的，你也是金牛座。这世界上有十二个人，就会有一个是金牛座的。可丽鲁克，没错啊。什么没错？我刚刚讲了啥？每十二个就会有一个是金牛座。哦，对对对对，每十二个就会有一个是。万年还是送了我烟火，赞啊！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人，亲人有余力，则学文也。那倒背如流。今天背景也太华丽，对吧？可恶，没缴电费。用爱。弟子规只有之前高中迟到会被罚球，可是很少偶像会背弟子规，是会背弟子规的很少是偶像吧？难怪你是迟到王。我是迟到王，可是我都没有被罚球，拜托，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记忆力多好，我念个三次我就会，跟现在不一样。好汉不提当年勇 ，yes。我的手机需要一直使用酒精。高中也会迟到吗？我高中就住学校楼下，所以不会迟到。我这么冷哦，手机这么热，其实我不会冷，我只是觉得这样蛮好看的。嘿，迟到团常常就是住在学校隔壁的，对啊，这是没错了。但是山上真的太远了，所以迟到的人。还是住山下比较多。以前的牛仔裤，你是说我上次缝的那一件吗？高中几乎没有迟到过，挂号跨区就读，每天都要早起搭公车。我国中的时候也是这样，高中受不了，再也不这么做。你住在高雄，会继续支持我的，谢谢小生生。生生不息，生生慢。晚安，有虫。怎么感觉又没人在理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冲一下另一只手机的电？猫咪来了，走了。Diving， 礼拜天没看到雨钢琴，你真的哭死，哼。但我不知道我下一次是礼拜几条。你做事有点慢，但是很认真在做，哈哈，这样的态度非常好，可爱鬼小熊。你这个月刚好看五六，下次应该还是与钢琴家吧，我应该没有办法再练
新的，我会疯掉。下次你要去礼拜天的，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会被排在什么时候，只好碰碰运气了。之后幽灵商演有机会看到你吗？有的，有的，应该会有吧，应该会有吧。其实你关注我很久了，我跳舞太棒了。我跳舞还蛮还好的，一样三天全餐。你们这样不会累吗？每个月都是十分之一的日子在看公演，还是这是你们的兴趣？周五手灯都切好了，没看到你，可惜咯。看公演是补充能量，钱包瘦了，我也是，我钱包没胖过。每个月 100% 见到我。我现在可以传东西给你吗？你现在可以传东西给我。嗯。但是我不能看，除非我去充一下另一只手机。那我今天给你听。好。我哥留言说，照片。照片，你拍的那张，哦，片，你帮我拍的，对，然后我就说他打过一次，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留言说，拍的太好了吧，这简直就是说话的艺术。哪一张照片？你跪在那里的照片。等一下哦，这个方便。嗯，中间那个，嗯，然后。我哥超直接，他说我照片，好好笑。然后另外一个说拍的太好了吧，我就跟他讲说，拜托我谁？说话的艺术。我谁？不愧是我。乱讲，我本来就长这样。一月五。什么一月五？哦，五分之一。我刚刚看到那个啥，我不是那个哪个，今天会一直播下去吧？我应该会播到四点多吧，四点多看我室友有没有。Hannah， 那你要唱歌吗？好，先等一下嘛，还是现在？看你爽啊。现在唱你要唱吗？我在这边唱，那边听得到吗？我没开麦克风，我用手机。哦，这样。看我室友等一下要不要吃宵夜，我想吃宵夜。我发现现在只有美食是我知道的一品，不然是谁啊？二品哦。饮品。饮品。我从小到大都会有人叫我饮品。奇怪，他们是没有看过伊丽莎白是不是？他们是不知道伊能静是不是？伊品好可爱，不小心念出来。音品，然后最小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姓商。国小六年级一个男同学，他姓商吧，我只记得他姓商，叫什么忘记。然后他是第一次我被开那种很莫名的名字玩笑，他说如果全世界人都跟他一个姓，那我就是商品。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我现在觉得有个无聊。刚下班到家赶上直播，恭喜你。但我小时候被开的名字玩笑还是那种没品比较多。好像一品真没品。你的国中同学也姓商，哇，我们 是同国中的。希望以后在幽灵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也希望
哈哈哈，没品，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哎，你口。之前还有什么？还有之前就是流行那个伊波拉病毒的时候，我也被开玩笑。还有。还有啥？我一直常被开。对啊，我名字也太好开玩笑。搞不好，因为那国同也是转学生。原来吉米今年20岁。给你看谐音梗。谐音梗。我同学吗？刚刚。有漂亮，你比苏。哎，现在大学生。你只是看起来比较老，好吗？哦。他说你看起来老。没有，他说他自己看起来比较老，不是我。嗯，为什么公也会画蓝色眼影吗？因为我也不知道哎。我就打开了我的彩色眼影盘，然后我就闭着眼睛选了一个颜色，当，然后就是蓝色。然后第二天画粉红色，第二天画橘色，第三天粉红色。我原本想要画绿色。第一次看到蓝色眼影。我都是当天才决定要怎样，因为我原本常用的那一盘找不到，可能我乱丢吧，然后我就带了那个彩盘，就是那种好几个颜色，啊，它就几乎没有什么正常颜色，我以为远看都看不出来，是要即兴决定，结果看得出来。你还讲这么大声，真的很糟糕哎！而且董子轩坐我旁边，我就想搞事。然后跟熟的坐在一起，我就会想搞一些事。先摸地的当鬼是什么梗啊？有一次就是在录《未来少女》的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空档时间，然后我们七团都坐在选手区，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团就我跟菜菜是社牛嘛，然后菜菜又很喜欢说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怎样怎样的，然后后来我们就他就说你敢不敢站到中间跟大家说最后摸地的当鬼，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后来就这件事原来蛮好笑的，然后我们就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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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什么事情都最后摸地的当鬼，就是这样的由来。我都欺负矮的成员，谁比我高我可以欺负一下。最后摸地的请饮料，真的有人摸地吗？第一次在玩的时候，那天我是站在那个薄荷水晶前面讲的，然后玲玲有摸地，然后还有晶晶也有摸地板，还有我自己啦，我自己讲了我自己先摸，我怕没有人摸，这样很尴尬，我自己先摸。最快摸地的跳，我也会怕尴尬。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你应该比较，他们其实都是坐在那个，就是选手区的椅子是阶梯的椅子，是阶梯的椅子，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离地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我的脑回路是不是有点特别？应该多少有一点不一样，离地点比较近。对，大家就是上半身长应该都是比较接近的吧。但是整间100多个人，只有我还有玲玲还有晶晶三个人摸了地板，这样想想其实还蛮尬的。其他人没听到，我喊超大声的，至少我前面的30几个人应该有听到。嗯，玲玲是那个啊，那个眼睛大大的，小小的，小小只的，然后很厉害的那个。怎么没人了？看啦，在那里面。哦，没人吗？你以为你点了一瓶直播，原来是熊妹，谢喽。哎，看啦，菜菜跟我起哄不跟一下，他在露营。他在看我笑话。我戴熊帽子很可爱。这很赞耶，100多块，还是不到，眼睛有点干。所以那个影片呢，去跟菜菜要。虾皮，对，虾皮的羊熊，羊熊也可以来一顶。一品不要哭，谢谢谢谢。哎，这个透明的，哎，感觉可以拿来演哭戏。羊熊团购了吧？对啊，羊熊开团。你本来就是熊了，不用这个，还不够像。菜菜有三线动坏习惯，真假？快点踏罚一下他，你不准再三线动。玲玲好活泼，对啊，他很活泼，活泼可爱漂亮。房东一定觉得为什么我们家这么亮？就交给我。我这样是三角形的。我是不是应该去充一下另一只手机的电？这样我才可以放音乐。还是我开电脑？你在笑什么？我下礼拜送我哥一首歌。你又要送你哥一首歌？分手快乐。啊，分手了。分手。你怎么跟我一样？在那里笑。那猫嘞？嗯，都给他。哦。我室友大哥分手喽。我们都在笑人家，不行，我们这样会下地狱的，幸灾乐祸。关怀的微笑。他们谢谢我的宣传。
大家都知道，不是好笑的点，是因为他们待在半年前就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只是现在终于分了，搞不好明天又合了，谁知道？这次是彻底的。哦，这次是彻底的，大家听到了吗？这次是彻底的。我哥上次跟他吵架都打哭着打电话给我，搞不好待会。就很认真问他说：“你在哭吗？”你是在哭吗？安慰他，安慰他。你要说别哭，我为你找个更好的。别哭，我送你一首歌。我们合唱给他听。分手快乐。你可。哦，天哪，好好笑。地狱见。地狱见，大家现在笑的人，刚刚说笑死的人，我们地狱见。我要声乐唱吗？哎，我们可以用声乐唱。地狱的位置有你有我。天哪，好笑。啊，请唱整首好吗？这首歌我还真的不知道主歌怎么唱，都只会那两句：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觉得他会直接封锁我们，笑死！希望他不要看到我的直播。我先去拿一下我的手机，我要放音乐，等我。哥哥的后劲好强啊！呼呼，等我，不要偷跑，你不要偷跑哎！欢迎回来，谢谢红包，有红包。室友不能先支援吗？大家说我刚刚离开之后你要来支援，请支援收。那是另外的费用。他说那是另外的费用。我不蹭，我不再有红包哎。你们这群没心没肺。要付多少？室友账号拿来吧。室友，请去开一个浪 life。我没有浪 life。请去开一个。那是另外的价钱。他说开浪 life 也是另外的价钱。我再试试看，庄里开就有红包。好了，大家等我一下，不要偷跑哦。再来十个。等一下出不去，出不去。哈娜，给阿娜的红包。我刚刚尝试扭动我身体，让我离开这个画面，但我发现没办法。不会偷跑，会快跑。那你也是蛮奸诈的，很烦呢。你的衣品丫丫，我已经连续两天梦到了。就是那一天，第三天星期天，哇，三个天呢，天天天，呵呵，那天就是我们公演结束在拍照环节，然后结果就大家就是会在拍照的时候喊一些有的没的，然
然后结果就突然有一瞬间，就是大家都安静，那空档有人喊一品丫丫，我就觉得当下没有觉得很好笑，可是回家那四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绕来绕去。他什么口气？他是一个男生，他一品丫丫，我觉得真的超好笑，后劲太强，我已经梦到很多天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一品丫丫，受不了。太好笑了，以后都这么喊吧。以后都这么喊吧，太好笑了。哦，那个后劲真的太强了，救命！后劲强到我现在想吃辛拉面。要考虑改字介词吗？字介词是什么？啊，你说 catchphrase 吗？没有，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很好玩，而且我就是令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你们居然有在钓上，哎，我以为你们就是会一瓶呀呀一瓶一瓶呀，结果没有，你们在钓上，哎，好酷哦！你们居然有跟着我的音准。一瓶也有这个效果，对，受过专业的粉丝训练，赞赞赞赞赞。等到之后就是大家都熟悉了，我们来搞个合音这样，乱搞，哎，一直在乱搞，来，咦嘿嘿，然后一瓶呀呀，一瓶呀，合音呢。太好笑了，对，要分声部。那个左边的呢，就是 bass 啊，右边的呢是，哎，三个声部通常是怎样 ？bass alto soprano， bass tenor soprano， bass alto soprano， 三个声部是这样。哦 ，soprano alto bass。soprano alto bass， 这最左边的是 bass， 最右边的是 alto。中间的是 soprano， 对，我不知道谁喊一瓶呀呀，可是他手下知道了，左边右边各正负三 key， 对啊，正负。这样好像可以，噔噔噔啊，那天心情不好就小调，噔噔噔。Tenor， 如果要硬要分成四个的话，那就是左边是 bass， 然后中间还要分一半，这边是 tenor， 这边是 soprano， 然后这边是 alto。 这样太浮夸了啦，应该会车祸，而且我的 key 也要起得刚刚好，不行不行，这个难度还太大了。但我觉得目前分两步的话，应该还有机会了。等到我之后壮大一点，好难哦，可以解释一下吗？就是一二三四步 ，bass 是就是你们听到那个咚咚咚咚 咚那个很低的那个低音，然后 tenor 是男高，然后 alto 是女中 ，soprano 是女高。以后会变阿卡贝拉吗？希望，哎，我感觉超好玩的，我要先示范一下。合唱团，还是我可以把那个一瓶鸭增长到四句，好好笑哦。这个人可以帮忙，可以耶，我可以请就是跟他们混熟一点，然后请他们帮个忙，好好玩，超好玩的。
可是我现在还是菜鸟，我不，我其实搞这么大，怪怪的。一瓶呀呀，一瓶一瓶呀，一瓶呀，很乱哼。我的手机真的是要一直补充酒精。主播刘海好看，摇猫叫声，这只猫叫阿财，你的猫叫阿财哦，听起来很财。哎，我又一直在撕我嘴巴的皮，真的是坏习惯。你们球队之前帮球员打 call 会加咿呀咿呀哦，咿呀咿呀哦。对啊，这习惯要改一下，不可以一直去撕嘴巴的皮。可是这已经是我20年习惯了。今天有戴美瞳吗？有。对啊，这习惯要继续，这习惯要改，然后继续撕，撕皮呀呀，撕皮撕皮呀，好烦哦，烦死了，救命，感觉宿舍很冷，不会，其实我现在有点热，啊，主播是金牛座，是的，星座到底哪里准啦？请问？请问各位，什么一上来要问星座？星座是有什么魔力？现在21世纪。哦，现在是21世纪，就是星座时代。不，现在是21世纪，竟然还有人在相信星座。对，星座是拿来聊天的起点，生肖比较准。请问星座跟生肖不都是把人分成12等份吗？看手相，男左女右。哎，右手。要看印度或西洋星盘哦，星盘。手好好看，谢谢。第一次听到这种称赞。生肖是12年，星座是12个月。哦，幽灵是否有3只羊女？我跟简之婷，我跟简之婷都是2003。我的猫在打喷嚏。子萱应该，子萱也是哦，他是年底的哎，猫咪在打喷嚏的声音。安妮也是，对啊，猫咪刚才，他是年底耶。但是猫咪打喷嚏的声音，但是疯狂打喷嚏，就啾啾啾啾啾啾。这只猫叫阿才送的音效卡，我也有音效卡，可是我没插。猫是室友养的吗？有2只是室友养的，然后有3只是中途。
上次看到以妮打喷嚏的时候，整个人转了一圈，戏演多，他戏真的很多，有这么多只哦，五只，有五只，但是有三只是要送养啊，但一直没送出去，他们都长大了，送不出去，至少永远都住在这里，永远跟我相处，永远的背地子规。我家快变动物园，对啊，这边还有章鱼。你也养五只，赞啦！养猫猫赞，喜欢猫猫，但我也喜欢狗狗。我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猫派跟狗派，我只是觉得猫比较好养。那普罗他们什么时候来？看，如果这边可以来的话，普罗就可以来。不要讲就好。你想要看狗是不是？不要被发现就好。你这样一讲，朋友看我直播，偷带狗进来。狗不会，但猫可能会喵喵喵喵喵，但猫叫还好。一开始听起来不错，可以跟我住，后来听到背地子规，觉得好可怜。对啊，他们说真的都要背地子规，我们为了让猫就是背地子规，这样子好送养，我们还在那个门口设置了那种，就是要刷猫脸。它有一个镜头，然后猫的脸就要对着上面，然后就要开始背地址规，就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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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然后他们就要一直背，一直背，背到就是系统愿意让他们进来，他们才会把那个闸门打开。对，他们都是高学历的猫猫，就是进来我们家一定都要高学历。必须跟我一样。好想喝蜂蜜绿茶，心虚。猫长指猫，猫长猫长辨别系统，猫长辨别系统没有，现在已经没有猫长，猫长那已经30年前科技了，现在看的是虹膜。这主播太会笑了，你为什么不说我太好笑，要说我太会笑了？呼。爱笑的一朵花，爱笑服务，声纹哦，声纹辨识系统，我最好笑，谢喽谢喽，我不是搞笑，我不搞笑，我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救命！我感觉我给手机喝酒精，我自己也醉了。笑场才好掩饰紧张。我发现我神经也大条，又很少紧张。拜托，我们生而为人就是要洒脱，拥有完美人格，好吗？完美人格，你有看吗？你有读完？爱笑，很爱笑，很棒，没有错。老师都很喜欢那种做爱笑服务的学生。我从来不做爱笑服务。有啊，你有刷地。啊，我有刷地，被逼的。哎。我那么漂亮，请多发贴文。好的，现在来发。我手机才充7%。哎，话说那个万圣节还没发哎，现在还在万圣年呢、啊。早就已经过了。现在还是万圣年呢、啊。读男校还笑得出来吗？男校。谐音梗 bad，
A 品对《黑暗荣耀》这出剧觉得如何？我有看过，可是我有点忘记了，是那个吗？复仇剧。我有点忘记那内容，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入戏很深。它有点激起我内心的那个邪恶的那一面。台湾大学生要免费打扫很奇怪哦，我们没有免费打扫，开心。嗯，义大不用免费打扫，你们要免费打扫吗？什么叫免费打扫？就是，嗯，就是每周要规定去打扫，什么什么。我们一学期只有一次，就一个年级，哦，一次这样。先去忙了，爸爸，拜拜。义大很远，对啊，义大世界，欸，拜托，我跟你说，我的学校每天都要坐那个风火轮，你知道吗？拜托，在义大世界读书真的是，每次进去，首先你在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进去，你就要坐上那个甩来甩去的设施，你要能在上面甩184圈，你才有办法入学。好烦哦！很有办法试，我随便掰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公演第二天的那个数字，那个加法46+103+28，不小心又记得。我看来这个数字要跟我一辈子。为什么会出这个数字？没有原因，都随便都是乱想的。这是爱心，爱心，爱心，这是B 跟 D， 这是 D， 所以这个是 B， 这是 D。 台版的黑暗荣耀是啥？我那时候还要看台版的鱿鱼游戏。台湾恐流，喵！对啊，我要开机，可以放。欸，我的密码是多少？忘记了。太久没开这只手机，我有多久没直播，我就多久没有开这个。耶，yeah, 打开了。你还记得房东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吗？我找一下。好。3个礼拜以上的吧？对啊，2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就。2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就。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2个礼拜之前的，因为我这个瓜不是2个礼拜之前买的。找不到。这2个礼拜在努力恶补啊。对，上次就是上次，找不到。
记得在群组说过、啊。你没带钥匙那一次。是不是要按搜寻？我搜不到，我搜 WiFi 网络密码都没有。你搜 MIMI 3521吧。没有，因为我没有在这里输过。那你打09，因为我没有在这里这只手机输过。也没有。怎么？什么？嗯。我被关是哪一次、啊？我被。不是，我手机没带回家是哪一次、啊？我看电脑。那个是六月以前，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道。我什么时候换手机的？啊！没有密码了。我去看我电脑。哼！原来那么久，是的，超级久。怎么办？两败炒鸡蛋。问房东，先凭自己的力量找到。送了好多精灵的翅膀，用其他手机分享，我是可以用这只手机分享啊，只是这只手机还很容易过热。应该可以找得到，我相信可以找得到。哈娜，我好饿，我想吃辛拉面呢，还是要吃什么？帮我想想，我宵夜要吃什么？哼。你找到了，所以我那时候我换手机，念出来就可以了。看，0921，台湾大哥大跟台湾之行合并，对，我的是台湾之行连线了，已连线，赞啦，呜呼，电脑赞哦。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哦、天哪，我想抱歉，我找到了第二首送给我哥的歌。这个。他说你可以加密，就是用老奶奶的念法。没有，哎，你明就听得出来。对啊，分手吧，我们分手吧。分手吧。下礼拜，连唱三首送给他。他应该很感。分手后不要做朋友。分手说爱你。我可以唱好几个礼拜。哎呦，分手情歌的歌单呢？全部为了他。那我要录一堆分手，分手。哎，5小时20分钟哎。真的、啊。可以听到爽哎。幸灾乐祸，好烦。寂寞寂寞就好，我寂寞寂寞就好。谁分手？我室友他哥。大哥哥好可怜，我根本连他哥都没见过，结果我一直在开他哥哥的玩笑，我甚至没有跟他哥讲过话。我到底怎么可以这么做、啊？我好坏。我觉得哥哥得到忧郁症的几率越来越高了。伤心的时候一直被笑，不是会更开心吗？肯定要看人，难怪我要背《弟子规》。哎，我觉得可以请他哥就是背个《弟子规》，因为背《弟子规》的时候可以静心。我都不敢当面跟他说他在走心。你说当面请他背《弟子规》？早一天解脱，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受不了。29台的剧，复仇的主题。好啊，来听分手快乐。我还真的没听过哎，猫猫好可爱。猫咪可爱，猫咪喜欢我，猫咪喜欢我。妈妈很乖。我无法帮你预言。第一次听哎、欸，真的？嗯，这是我知道那首吗？分手快乐。第一次听哎、欸，真的第一次。这只狗狗好可爱，对啊，这只狗真的超可爱。你拿起来，你举起来，这只狗好可爱。我没看过这么可爱的狗。来，狗狗，狗狗，这是我家的狗狗。你要直播吗？这是另外的价钱。来，汪医生看看。哇，好厉害哦！他要走了。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多动，厌倦沉重，就飞去人。他赚够了，原来是他赚够了。赚够了。好好笑哦，你是一只成熟的狗狗了，自己的狗粮自己赚。这只狗跟我分手，那你还有一只狗狗。啊！有笑容。呀！哦，这只狗的品种是虎斑猫，它一个赚五份猫粮，可是回来赚钱了，哈娜回来赚钱，吃饭饭，吃饭饭，吃饭饭，你们就看到了过来，臭猫，臭猫。刚刚有人说这只狗的品种是什么？我说它是虎斑猫。这只狗的品种是虎斑猫。啊！还有没有人？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想过，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游泳。还有哭腔，初次见。好了，这首听够了，换一首。失恋无罪。卡歌。难道不成功？
今天是双十一，之前才不是双十一哦，你还以为哦？我要清唱了吗？亲自的唱，好特别品质的狗，世界唯一是的没有。要来一首煎熬吗？请问室友要来一首煎熬吗？这是另外的价钱。是耶。想知道更多，请关注我的 IG。可是我想知道更多，请关注他的 IG。还不算太黑，我要卡歌，换啥嘞？一个人崩溃，一个人崩溃，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啦，好好听，谢谢。听海哭的声音，听海哭的声音。邓紫棋。不要对我说再见。光年之外。关键就在神曲，感觉我很适合听情歌王，不用自己切歌。这是什么？就是一个那首歌里面有很多情歌，哦、然后就解在一起。真的有，我去看看。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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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很长哦。那我还好，听不完。我微笑得像个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五分钟。满上雨落是意外，呀呀，未能就相爱，未来永远在。家里的猫咪会很皮吗？不会，人比较皮。人比较皮。我们家的猫除了要背《弟子规》外，什么都不用做。要活，很累的。猫咪在拍 MV 是的，它应该是看到小虫虫。宇宙磅礴冷漠，哪个人比较皮？不好说，不好说。猫会用猫抓板吗？我们家是没有猫抓板，但是我们有猫跳台，猫跳台可以抓。他们都抓纸箱了。那个是猫抓。嗯，他们不爱抓。好新的感觉。半夜会抓。但我们的猫跳台很新的感觉，就是比它很新的感觉，就是比。可以不要每次跟我做一样的事吗？救命！趴下来，趴下来。都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室友是不是也学声乐的？没有错。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欸，我找到了，他真的有心欸。是因为有人跟他讲。哦，啥意思？想会刺伤而不自觉，你值得被疼爱，你懂我的期待，绚烂后枯萎，经过几个眼神，有我在。蔷薇是最好的，你陪我。
怎么唱？不完美可追踪吗？是追踪啊，追踪听起来很难听哎，很像什么送终。追踪，追踪。只问写下所有遇见。骄傲的转身，你却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我学着一个人的爱。一平跟室友的高音都很强，不愧都是学生，因为我们两个高音都同一种唱法。我们所有东西都一样唱法，室友会不会跑很快？跟我差不多吧，他比我快一点。什么叫室友跑很快？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是说一百公尺吗？一百公尺，我可以跑到二十秒。他可以跑十六秒好像。你跑二十秒也蛮强的。哎、欸，我很努力狂奔，我在狂奔，然后二十秒，我狂奔就有大家。我问你最快的记录。19.85吧，十九。真的跑很慢。你埋藏的香味，你动人的香味，好的你陪我伴我接受世界。120秒有狂奔啊，我超狂奔哎、欸，我在噗噗噗，然后我还埋头苦干，然后结果都跑完，大家都跑完，16秒是需要跑完，还在那边20秒。不要去骚扰我室友，不要到处留言。你们是理性主义。20秒还能赢吗？不怕啦，我室友跑这么快。要赢谁？他说我对你室友没有很积极。啊？没有很积极。我也不知道要积极什么。祝你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爱了就不改变。这边只有竹轮追得上我室友吗？这到底是什么啊？听不懂。你是跑不动？你可以喊啊，你可以喊一匹呀呀。他听不懂，我们聊天好像有加密一样。难道他的救护上是指没有人能跟你住在一起？羡慕吧。室友能追吗？跑太快了追不上。跑太快了他追不上。到永远。你喊了一瓶压根一动，因为当下我觉得吼，就是大家都是什么啊，漂亮，好漂亮，好漂亮，然后结果一瓶压压，结果那一句又这样在我脑海中留第四天，啊，忘不了。我可以帮你记住一个月。我觉得睡觉那边有点失眠，然后失眠快睡着了，然后就一瓶压压，
音频压超大声的，我居然没有听到。啊！反正能再见，不遥远，我们会再遇见。香槟，室友是不是趁我睡着偷袭了？他跟我讲，对啊，那粉丝名就叫丫丫好了。就叫丫丫，可以吧？我觉得还不错。是新的一天，是很怪啊。可是我听了听，觉得，好像不错。跟你说，丫丫不能用那个丫丫，那个丫丫太写实了，不好看。丫丫要用那个鸡的头，这个长得像这个的那个鸭子。一品来一首《室友》，挂号歌名怎么样？有这个歌吗？《室友》挂号歌名。皇室兄弟吗？这个吗？是皇室兄弟的，他们有出歌。哈，可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品鸡鸡，不太好看。经纪人拿着刀。一瓶鸡鸡，一瓶一瓶鸡，这样不好唱。一瓶，金姐打电话给你。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弹着吉他，你写着诗。特别的讽刺。你饮料喷出来。哎，艾丽莎莎，是。啥？姐姐。前四首是连贯的歌。这首是真正适合分手的人听的歌，推荐给你哥哥。哎，他们真的住在一起了。他们真的住在一起，然后分手了，赶快把这首传给你哥哥。当爱情剩下迁就，我们就沦为室友。千万千万不要再招摇，不然我就要失去哥哥了。睡在相同的枕头，重复着平凡的问候。当爱情剩下念旧，牵着手只是因为惯性动作，只是害怕独自生活。创造心中的梦。哇吼！啊！救命！未来的梦。救命！有效的丢礼物，有效的丢礼物没有？没有，随便讲的，不用真的丢。那是我写的歌哎，啊，啊！救命！拜托，我这边根本就是哈哈台。他哥哥原本是这样，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哦。断绝兄妹关系。当爱情剩下迁就，我们就沦为室友，睡在相同的枕头，重复着平凡的问候。
他还是街坊的那个。他快要没有哥哥了。巴洛克吗？好啊，你买项链啊？珍珠美人鱼的项链。你真的买啊？买了，好浪费钱哦。好浪费钱，你还不如帮我付了那个麦克风的分期。那怎么会是浪费呢？哎，这个不是，这不是巴洛克。我要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变成动人的。那美妙声。旋律声音，为什么要巴尼？哦，巴洛克 ，OK OK， 哎、欸，你终于出现了，你刚刚在潜水。嗨，洛克。他说嗨，洛克。Rock， 一品尝有七彩的微风，那我们要唱黑暗的巴洛克。七彩的微风。我们在黑暗的地方，巴洛克。我们那时候唱《七彩的微风》的时候，就遇到了黑美人姐妹花，他们就唱了这首《黑暗的巴洛克》，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七彩的微风了。是的，是的，是的。可以打败。来吧，来一首《黑暗的巴洛克》。好好，他说好好，洛克，黑美人姐妹花，我是伊美人。无所畏惧，取得胜利。立即下载。你可以过来唱。巴洛克。美妙声音，黑暗陷阱中的秘密声音，沉睡摇篮中，一直到永远不醒。在跟着别人听到你的合音，很大声，听得到吗？听不到。听什么？看慢慢的沉睡中苏醒，内心深处隐藏的漆黑影子，燃烧鲜红色玫瑰照亮你，喝下珍珠给我力量，来吧朋友们，我们将合而为一，在那无边际眼里将自己全交托给你，偷走我的心的巴洛克，被汹涌波浪围绕在胸怀中，曾经相信的美丽世界，在那一瞬间像身影消失无影踪。听得到他的合音吗？大声吧。看慢慢的向前方迈进，为最终时刻来临起身欢呼，充满冰冷的微笑没有光，就将珍珠变成灰烬，来吧朋友们，如果有希望的光在前方，让我们唱出那首叫绝望的美丽赞歌，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变成动人的那美妙声音，黑暗陷阱中的秘密声音，沉睡摇篮中，一直到永远不醒，显得奇幻乐园。在变化万千永远的世界，看到命运
要谢谢我的室友。听得到吗？听得到。啊！阿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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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从我们搬过来开始，房东一直听这个，他一直想阿伟到底是谁。阿伟到底是谁？房东说阿。你的狗在救你，也太像了，好皮哟、哦，英语，好皮哟、哦，房东一定傻眼，阿伟到底是谁啊？太少见了，会被弟子归的更少见，好不好？好不好？虎斑狗更少见。一品唱的很好听。阿伟。好皮哦。室友唱的很好听。阿伟。就走到这吗？算了吧，算了吧。算了 ，Baby I don't care，Why would you dare？ 手机一直叮叮叮叮的，快要疯掉。太配合了。房东应该会过来吗？可以用阿伟和声吗？吵死了！啊！阿伟！他们生气了！虎斑猫狗生气了！大家开心吗？他在用礼貌。这个可以发声练习，这个就叫做强混声。啊！这个就叫做美声啊！这个叫做强混声。啊！阿伟，阿伟！九十秒不断吗？不行，三十秒应该可以。应该已经有了吧？他如果刚好结束的话。啊！其实那个是我配的，啊，好好、哦、阿伟，啊啊阿伟阿伟阿伟啊啊啊啊啊阿伟，不要弄我啦！有听到阿伟的声音，奇怪，到底是谁啊？我们邻居人真好，室友发现洞。现在快十点了，
哎，9:45还好啦。累，休息一下。休息。休息一下。休息。啊，没休息。好了，休息结束。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哪个贴文啊？嗯？他说什么？那个贴文是不是忘记发了？万圣节？万圣节？哪个？忘了。万圣节？一瓶有觉得变冷了吗？明天更冷。他们有听到吗？是什么声音呢？好欢乐，你不觉得吗？鼓劲鼓劲！刚刚听到一些呜呜，哈哈，我说要模仿哎，呜呜呜呜呜，哈哈哈，从哪里来的？呜呜，哈哈哈，他比我还快乐。我好会模仿。我可以去做电影配音哎。你知道电影那个什么走路声、什么吃饭的音效都是人配出来的，我觉得我可以去。火在烧，烧成灰有多好？救命！冷静一点。耶、yeah。发万圣节贴文，要等下播才能发。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发成哪几张，我拍太多了。韩剧中配吗 ？No No No。虽然我觉得韩剧中配，我很想配配看哎、欸。那个，哥哥不是说好只爱我的吗？对，哥哥，哥哥，分手快乐。韩国人都叫啥？欧巴。韩国人的名字就像台湾人都叫国伟。帕。秀珍。秀雅。素珍，素珍。哦，女生都叫素珍，男生都叫什么？男的。钟树。阿伟。阿伟。还有姓金很多，金，金，今天，金中国，蛮多人叫中国哎、欸，金中国，女生叫什么？女生叫鹅。什么的的上天波，白毛浮绿水，红掌波青波啊、哦！对对对对对。哎呀，我又在撕嘴巴。一直撕。有的叫多会，是的，是的，是的。有没有男生的？我想要就是中配那个男生。算了算了算了，但我刚刚在讲的是那个宰硕。宰硕哦，宰俊，俊浩。俊浩。俊浩哥。朴宰俊。朴宰俊。阿伟。阿伟。
必须现在收回你刚刚说的话。阿用理而言，阿用请问有载具吗？今天不是有人把车开到便利商店里面啊，今天就是有人不是开车不然撞到便利商店里面，但是店员问他说你有载具吗？等我一下啊，我开进来。救命，好好笑。好想吃辛拉面，他哪一直在我的脚上腿上。这个家好欢乐对吧对吧，想要跟我们一起住吗？这是令他这个不能讲，这讲得太 over。 有人说不要，男人。我一直听到公园那种就说汪汪的嘴骗人的鬼，好羡慕好羡慕。对啊，怎么都没有人说阿伟啊，以后可以阿伟吗？阿伟阿伟啊哦阿伟阿伟哦啊对了，我跟我室友在一起真是不太行耶。你被提出来一定都是不好的画面。怎么办？不要以这种方式出圈吗？就走到这啊喂，跟我们住会吵到睡不着。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可以帮我们清猫砂，我们很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们清猫砂倒垃圾。对，看来室友不会太早睡，我们都很，我们都蛮早睡的啊，就是早上5点6点睡。好早诶、欸。超早的。下次会不会听到阿伟？应该会。怎么办？我手机剩16%，好像播不完，可是不行，我一定要播完。看来等一下要边充电。是的，今天两小。其实我原本可以再播更久的，但是我的手机这电不太行。我刚刚80多%，80几%开始播，现在1小时46%，然后剩下14。今天看看哈娜要赚多少猫粮，来，哈娜，现在是你的，请你现在开始赚猫粮。从现在开始，我会计算你得到多少猫粮。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哦，你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哦。哇哦，你得到了，你得到了3个红玫瑰，还有精灵的翅膀。你还得到了什么啾啾你哦？好香，你还得到了告白气球，哇！你比我还会赚呢，哇！哈娜，乖乖，哈娜，哈娜以后就靠你了，以后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就靠你了。别走，别走，别走！你的，呀，来赚钱，哈娜赚钱，哈娜赚够了，哈娜走了。自己的猫粮自己赚，自己的猫粮自己赚，
自己的猫粮自己赚。你还要几趴？我还有13%。够了，倒数4分钟要下。但是我有晚播，还有至少还有12分钟，至少还有你。你想要吃宵夜吗 ？No。那我就可以继续播。哦，你要补回那6小时吗？我真的会生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喜欢绒毛娃娃吗？蛮喜欢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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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充电怎么办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没有这么长线。什么角色的娃娃都喜欢吗？我喜欢。长得正常的娃娃，像那只章鱼。啊，我喜欢。哎，我的章鱼呢？在你后面。我喜欢跟这个章鱼一样好玩的娃娃，然后最好这么大。没有了，这样就好。房东的衣服洗完，他又要上来。阿伟，阿伟，阿伟，扣扣扣，阿伟是谁？哎，廖玉祥在直播哎。你怎么知道？他在旁边那个，他上榜。啊，是哦。他是我们两个的高中同学。那你现在哎，你可以邀请他一起直播。我不要，我会邀请他一起直播，他播他，我播我的，他不上。他上榜哎。哎，他分手哎。啊？还有吗？还有。那你上榜了吗？又有分手的，我上榜了吗？我好像，我25，我比他低的，他16名，输了。大家快点加油！我们是什么事都今天发生，很好笑哎。啊？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在旁边的那个小时榜，我说你怎么知道？啪！哦，咔咔，因为他很高调。哦。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可是这个抽的没什么用，它只会停留在那个时。我把它做完，放柜子上。哦，这还用声卡充了。声卡 ，I'm hot， 卖布为布的卡。只好接声卡。有声音吗？有，有声音，赞啦！我不用，我现在可以充电，但是不用接麦克风了。很需要抱抱。我又在玩我的嘴巴。对啊，我是播到10点，可是我好想吃辛拉面。嗯。我想吃宵夜，我想吃宵夜，
我想吃宵夜。你刚吃饭了？我刚吃福盛庭，我吃鱼排，我好喜欢吃黄金鱼排。福盛庭超级好吃，三年三班手工薯条超级好吃。三年三班手工薯条超级好吃。哦哟，你怎么来了？是这样吗？这个我不知道。陈志豪，是陈志豪。陈志豪。我的天哪！对，播到明天早上十点。谢谢，谢谢你的提醒，不用。谢谢你的。这样还有12个小时哎。可以放三次分手清单。三次分手清单。分手歌单。分手歌单。分手应该提目。七彩的微风，侧着脸轻轻吹拂，侧着脸轻轻吹拂。巴洛克记忆音乐，高效学习耶！听这个能高效学习哦，听这么华丽的音乐可以高效学习哦。巴洛克不都超级华丽吗？对喂。还有什么？是巴洛克。不能说秘密。是巴哈。十二平均律。呀。我要不要先点辛拉面？我要等一下要去吃这附近这个两点打烊的店。哪一位？我在想要不要，我想去，可是我不想去，我有点老爸。去！可是再不去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跟他求情了。你昨天有睡觉吗？没有。昨天就两点起来之后就没在睡，结果你睡着。对啊。我没睡着，我就出门了，然后回来也没睡。我怎么做到的？有人为主播续费了一个月的粉丝团，你怎么做到？你到现在还好，没有很累。一点点。就昏昏的。嗯。但没有很累。嗯。今天不吃麦当当，昨天吃过麦当当。室友需要睡觉吗？他好像有点需要。他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一次可以暴睡很久，但是也可以一次都不睡觉那种。跟我一样。因为我还年轻，因为我们还年轻。一瓶能量也太满，我真的是高能量者。我们真，如果我的粉丝团不叫粉丝团，你可能会想加粉丝团，你就加吧，加巴拉巴，加加加加。巴拉巴，哒哒哒巴，哈哈哈哈哈！叫巴拉巴，叫巴拉巴，看在我们这么努力的叫巴拉巴的份上，就加吧。玛卡巴卡，玛卡巴卡，什么伊卡瓦卡？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呜。哦，加巴啦，加巴洛克，吵架是不是也用唱的？我们吵架是不是也用唱的？吵架吗？吵架就是啊！米卡巴卡布，
今天全场 MVP， 对对，粉丝团名称就叫粉丝团，就叫粉丝团。Wink， 左眼不会，只会右眼。粉丝团没办法改，没办法改，有 bug 不让改。对，粉丝团故事就别说了。粉丝团。对，粉丝团。欢迎加入我的粉丝团，粉丝团哦。我还以为那是我自己设的，结果不是，那个粉丝团是我原本要叫姐姐，结果我输入进去之后，他没有给我存下来，但是他就给我消耗了那个改名机会，所以他就叫粉丝团姐姐。哦，因为收益到200万的话就可以改了哦，我一场才27694，你说我月收入要到200，哇，那我一个月要开100场哎。啊喂！一个月要开100场，一天要开3场，哇哇哇哇！好像也是不平。毕业前不可以，没有办法，我相信那是没有办法的。你干嘛？他要赚猫粮。他要赚猫粮。狗狗，狗狗要赚狗狗粮，不是可以氪金改？这样我会亏本哎、欸！咬它，跑了，听懂了。改粉丝团是大咖主播奖励，是的，没有错，但我不是主播。这好帅啊，这耳机好帅、啊。我独自欣赏浴缸情家，弹奏那爱的欧衣名装，仙丽素沉清香。我到半夜2点、3点、4点、5点、7点，在那个客厅练鱼钢琴家，我练到天亮。我好棒！其实是不练会被骂。哦哦哦哦！我喜欢粉丝团的名字。粉丝团。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粉丝团呢？他刚刚放屁吗？保持下面。是猴里。是猴里。哎呀，睡觉放屁，好可爱。也体会到了舞蹈老师的可怕了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鬼。我的意思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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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到起床尿尿的室友可能性还比较高，我们都差不多早上7点睡了 ，OK 的。他比较常被我的人形立牌吓到。我想被Holly吵。Holly最近蛮嗨的。嗯。我想去知心拉面。大咖，我想去吃辛拉面。
我现在在想，我搬家的话，我的立牌要怎么办？我要把它折烂，然后丢掉吗？可能你搬家的时候，它已经自己先烂了。它会怎么消失呢？它已经被猫摔了好多次。但它居然还没有坏。对啊。不错。我当初怎么把立牌带回家的？拉拉 move。对啊，我的低画质哎，到底什么啦？我的立牌是画质超低。竞标，我自己竞标要被骂爆。你怎么可以自己竞标？还有阿伟到底是谁？还有阿伟到底是谁？阿伟到底是谁？我就跟你说，阿伟是谁？五百凶，我拉拉木运过来都没有五百，都超过五百。我要去吃辛拉面了，大家。今天礼拜二还是礼拜三？三。今天礼拜三，明天礼拜四。我等一下练舞，有新的事让我做了，大家好期待吧。你也要吃，一起吃，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同一个月。周五还周日要拍 MV 吗？周五还周日要拍 MV 吗？你怎么知道？你是我经纪人吗？居然有心就没有不知道的事。谁说的？我要去哪里提前知道我自己的行程？谁说的？谁说的？让我知道，我要看，我要去，以后都从他口中得知我的行程。但不是我自己的。杨修什么都知道，这样可以说了吗？施压。看在我今天戴熊熊帽的份上，就跟我说吧。哎，我的脸会放大缩小哎，我按特效是不是？好吧，他怎么样都不说，他瘦脸好像是内建的，对不对？这样就会放大缩小，好笑。我把特效开满试试看。这个不能翘耳朵。对比不能拉满，好丑。瘦脸，大眼，美白，红润。没办法。有点可怕。好可怕，关掉，全关，收脸，关。我真的要去吃辛拉面。收脸没有了。瘦脸关光光，我要念榜，对，我要念榜，谢谢你提醒。我们来恭喜第一名吉米粥，第二名抓肯，怎么不是瓜吉啊？
第三名是 DK， 差点念连着念。第四名是荣哥，第五名是这只猫叫阿才。阿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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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才。第六名是明猫金鱼，第七名是金佑，第八名是雷军，第九名是阿和，第十名是钟颖，第十一名是伟面儿唱歌低博成 ITTP， 十二是小生生，生生不息，十三名是柯基玉，十四是北原，十五是嘉宏，十六是杨雄，十七是 www.yfy 红色爱心幽灵，十八是博维，十九是栗子的堂堂李思琪，二十名是超哥，耶！阿才，阿才的台语怎么念？阿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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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阿。笑到肚子痛就好，有笑就好，要开心 ，OK？ 您今天没去吗？啥意思？耶！我真的要去吃辛拉面的哦。狗狗发出柴的音吗？发不出来，欸，拜拜，啊！救命！我也觉得好好笑。